范大将军点评上海话，改过了吗？换汤不换药啊！上海话现在什么水平？就这么几个人，你八蛇君什么的都在普及上海话，他能普及吧？普及不了，没这个能力，知道吧？再下去要讲苏北话了，讲完苏北话讲东北话，再讲散装英文，接下来没有话讲了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上海话是拥有700多年历史的方言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！你像现在的幼儿园本身没有打好基础，你能跟我保证这帮小猴是在16岁、17岁这种发育的年龄，他一下子能讲啊？务实一点，我劝你们把我们这个方言环境、这个传播理念先搞懂。老娘就和他的儿孙们拍得蛮好的，你把他换掉干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弄个新老娘就整体拉搞，本地卫视里全是东北老铁，怎么解释？脸都不要了。